支 T1 还要打，你还敢跟我装逼 ？T1 一看也晕了，什么你这敢来跟我装逼的？两边都叫 TP， 都叫 TP 的 T1 也想打架，你这个时间段跟我装逼，但是 Owner 在干嘛？欧娜变成僵尸能锁出来吗？欧娜到死都不放自己的任何的技能。中路在接线，看到Faker露头了，知道你Faker在中路吃兵，时间来不及了呀。莉拉塔卖的有点深呐、啊，完了，直接潜过来凯瑞直接被秒掉，太果断了，禁忌。一直直到没用，宙斯随便走。排位里面有个看样，我这砸兵就赢了。好，中路过来涌一波，涌一波飞哥想利用自己分针过来卖血量，卖的有点多了，飞哥飞哥血量掉的太多了，直接被压几层钱回来了，飞哥这么老不应该啊，为了上去 A 这个塔直接被开阳压起身了、啊、后续宙斯应该是没问题可以跑的，宙斯还有大的，有大有闪，这一龙 A 的太胡闹了，有 TP 的炸弹妹没 TP， 看怎么说吧，开阳一个人打龙，那这个大龙你一直不来，已经快三十秒没人来了，交 TP 来的有点太慢了，大龙可能要没了，经济来的怎么这么慢，一直知道对着在打龙的，大龙没了，完了，乔飞被干了，乔飞要被秒了，闪电过来帮忙咬，乔飞一滴血没死，哎，欧娜变成僵尸，欧娜应该是死了，来的也太慢了吧，经济，这大龙感觉随便守的呀，好，撞过来一个雷恒斯，还是一滴血，一滴血还在往前指，雷恒斯太来劲了，闪电一屁股撞死，撞死之后凯阳在后面一打三，凯阳应该无能为力而被拉扯致死了。T1 名牌打大龙，明着打下来了吗？经济来的也太慢了吧！一剑想吃开阳吃的开阳没闪的，漂亮的康包在伊利瓜的斩木，开阳这个大招给的太好了，开阳能保住命吗？保不住自己的命，雷恒斯也被利拉塔大招吸回来了，一直直到姑妈，姑妈这里有双招的，你指我一下试试，直接反打雷恒斯，雷恒斯也要死，什么要赢了吗 ？T1 真的做到了。好，直接过来先把龙 A 了，龙 A 了，看样应该是不准备抢龙，是要打架了。好，车龙滚过来，看样准备被流了吗？到底要流谁？是谁？莉拉塔好像被秒了。姑妈，莉拉塔一滴凯瑞已经变成僵尸了，凯瑞应该是死了，吸回来了，完了，宙斯，那个是一滴血也锁住了。欧娜这边毒打，欧娜被毒打，无所谓，看姑妈玉石，姑妈玉石，姑妈玉石，姑妈玉石。姑妈鱼血还在射，还是两个爆炸鬼，爆炸鬼没用啊，只能砸兵。姑妈鱼血 ，T1 一打到世界赛确实没办法，他们有属性的，有被动的感觉。这个队伍打到世界赛会变强的。联赛虽然对吧，表现可以说很差了 T1， 但打到世界赛就变了一个队啊，太猛了！差点连世界赛都进不了的 T1， 谁能想到他们能这么狠？